这边。现在呢，在日本有王上搭高尔夫球这件事情呢，越来越流行。因为很多女生啊，就是白天打高尔夫球，有时候会很害怕晒太阳，但是晚上的话呢，完全不需要担心晒太阳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在日本晚上搭高尔夫球是非常非常流行的趋势哦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也是第一次下来高尔夫球场打球，我也从来没有尝试过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也不知道能打得好不好，有一点紧张。顔が向こう行っちゃう。飛び出去了。在哪里啊？这么有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屁股的。太厉害了，真的进去了！耶！第一次把球打进去吗？对，我第一次，而且我想说，我不可能会打得进去。然后呢，因为呢，今天的那个我的教练，他就很细心的教我怎么去打，然后这个大概是要什么样子的角度，然后就是很认真听他。教我的方式去打，竟然我有进球！而且你刚刚好像才练习了几次啊？练习了，就是几次啊？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就打进去了？对，很厉害耶！厉害！我会爱上高尔夫球了。OK， 好。我发现这个夜间高尔夫真的很好玩呢，因为呢，我之前是有去那种。就是练习的，就是一直打同一个地方打的那种，我有去过几次，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进来高尔夫球场里面打，然后夜间的，所以呢感觉非常非常的特别，而且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真的有放松的感觉耶，所以呢我真心的推荐你带自己的另一半来这边打高尔夫球，享受很开心很悠闲的运动。